你的右肩要很主动的去打开，转换方向。你的肩引导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带领，你要感受它是真的在去引导你下一步方向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往右转，你的感觉就留在前面，你的肩不能往前引导，它就变成了走路一样。那种感受是向后，让你的脊椎去改变方向。然后转完之后，你要想后侧的收紧，后侧对抗的时候不要放胯，放重心，收住你的核心和中段，只是后侧的肩和你的身体产生一个对抗。引带收，引带收紧，引带收紧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节奏，半拍半拍，去 and three and four and， 就是你往哪边走，是你出右脚。你的右肩要很主动的去打开，转换方向。你的肩引导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带领，你要感受它是真的在去引导你下一步方向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往右转，你的感觉就留在前面，你的肩不能往前引导，它就变成了走路一样。那种感受是向后，让你的脊椎去改变方向。然后转完之后，你要想后侧的收紧，后侧对抗的时候不要放胯，放重心，收住你的核心和中段，只是后侧的肩和你的身体产生一个对抗。引带收，引带收紧。